鸡排妹，若感觉自己的权益受损，我们力挺他，提出告诉，争取他应有的权利。保护女性是我们大家的责任。就是血淋淋的上演在台湾，如果你被骚扰了，你说出你不舒服，然后你就会被这样对待。说真的，就算我告了，告赢了，告输了，甚至我自杀了，不相信我的人就不会相信我。不好意思，让大家担心了。洁身自爱是我的信念，任何人的权利，尤其是女性的权利，被欺负了，遭受侮辱了，我们都会为她感到惋惜、疼惜。是非黑白，应该是要由司法来做公平正义的主持。鸡排妹，若感觉自己的权益受损，我们力挺他，提出告诉，争取他应有的权利。保护女性是我们大家的责任。希望新冠病毒的疫情赶快过去，让大家新年可以团圆，过着更开心、健康的生活。最后，丽友要在这边祝福大家：牛年行大运，扭转乾坤，慈悲无敌，感恩。我们就是，就生气。你们两个就冲突啊，冲突来。